钢珠。2mm 的绑筋，介绍一下怎么上钢珠比较容易。把两个皮筋拉到一样长，差不多一样长，手指捏着，就是这个长度了。更长的也可以，更短的也可以。然后手指头从这里这个洞穿进去，拔一个钢珠，拿一个钢珠直接上皮筋，捏钢珠，捏钢珠，没有捏皮筋，也没有捏皮兜，捏钢珠没有捏皮兜，轻松的捏着，轻轻松松的捏着就好了。射击的时候，只要把手指头稍微放松，力量不要捏得那么紧，稍微放松，橡皮筋的拉力会自动把钢珠弹出去。手这样子拿钢珠，直接挂上去了。拿一个钢珠，直接挂上去。把一个钢珠